我是十一号选手 ，N Cocktail Lounge 的 A 森绿。那今天的比赛的感想是，我觉得每次对于每次的比赛，我都觉得很有趣。那可以跟各方的选手做交流，然后探讨一些对于调酒的创意也好，或者是未来的想法也好。那对我来说，调酒就是人生的方程式。谢谢。